楼里为了大局死几个人怎么了？大白，楼里死的不是几个人，楼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啊。我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当我兄弟，你明白吗？大白，你身上的伤没事吧？没事，幸好大哥及时赶到救了我一命。不过是我打乱你们的部署了吧？我这也是误打误撞，碰到雷隼才看到了军火，差点没死在他手上。老二，我问你，你为何会去那荒郊野地？是方英看告诉我，那里是六分半堂的军火库，但他情报有误，那只是雷隼存放原料的地方。大哥，办的都是同一件事，大白也牵制住了六分半堂的人啊。我不这么认为，我想大哥也未必这么想的吧。我说过，江湖中人不可轻信，方英看不简单，他的心思连我都猜不准。我们已经拒绝过他了，你为何要找他合作？方英看要斗倒雷隼还有有桥集团，我们的目标一致，为什么不能合作？你这不是在跟他合作，你是在跟他相互利用。相互利用怎么了？只要能达到目的就相互利用啊。你是金风细雨楼副楼主，你不该这么做。那金风细雨楼副楼主该怎么做？以什么规则去做？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有所不为，我看是所有事都不能为吧。既然说到这儿了，我就把话说明白。这金风细雨楼每一条决定都是你做的，各族每一条消息都交到军师手里，四大主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信还有部下，那我呢？我没人没权，离我调用无法无天，他们都跑来跟你汇报，可不可笑？我是副楼主，我这个副楼主连这点小事都决定不了，我叫什么副楼主啊？今天你有本事，你可以为自己目的行动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做的这个决定让无法无天的兄弟们平白牺牲，楼里多少人因为你变成了孤儿寡妇？他们的死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，但为了楼里，为了大局，死几个人怎么了？大白，楼里死的不是几个人，楼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啊。我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当我兄弟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我跟你们不同的地方。我去看看他。